阿弥陀佛关怀中心长期透过教育将佛法带到非洲。 ACC 是阿弥陀佛 Care Center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的简称，台湾人创办的国际非政府组织，主要服务非洲因贫穷战乱、天灾肆虐、艾滋蔓延而痛失父母的非洲儿童，并办理孤儿院与学校，用教育把佛法带到非洲。阿弥陀佛关怀中心是大部分目前都是在非洲，那么非洲54个国家有十几亿的人口，但是因为它还是大部分处在第三世界啊，黑暗大陆的，就是贫穷落后啊，疾病蛮荒的一个这个情况。那么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孤儿跟艾滋的这个问题。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在非洲做孤儿院跟学校呢，其实我们是借着这个收养孤儿的机会，用教育的方式，然后把佛法、把中华文化带到非洲去。我们也很感谢有这么一个机缘，有这么孤儿跟贫童的这个载体，能够把中华文化，能够把佛法传播到非洲。慧理法师秉持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神，经过多年奔走募款，于2004年在马拉威创办第一所 ACC， 这也是非洲第一所佛教孤儿院，并且陆续在赖索托、史瓦季兰、莫桑比克、纳米比亚成立院所。在每一座 ACC， 除了建设儿童村，还创办圆通中小学，为院童提供完善的学校教育。时方新闻黄慧如、黄凯杰高雄采访报道。